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主持人陈莹，很高兴今天和段荣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第十四届中韩天元围棋对抗赛的第一局，是由中方的陈耀烨九段对阵韩方的朴廷桓八段。段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好。今天这盘棋呢是在韩国进行的啊。之前呢好像陈耀烨对于朴廷桓的胜率还蛮高的，3-0领先。对，好像朴廷桓呢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这个韩国的新锐棋手，今年呢现在的年纪也非常年轻，是吧？像我们陈耀烨已经很年轻了。对啊，89年的。89年的陈耀烨今年是21岁，那么朴廷桓呢他就比陈耀烨年纪还要小。还要小啊。对，朴廷桓今年好像才17岁。在我印象中我觉得好像朴廷桓应该跟陈耀烨这种年纪差不多，因为我们经常说陈耀烨是最年轻的九段，因为朴廷桓都已经8段了。我想这个年纪应该也差不多，没想到他比陈耀烨还要小4岁那么多。 对，所以说这么年轻的棋手他在韩国呢已经是获得了2项头衔了。那么一个是这个既然是天元对抗嘛，他肯定是韩国的天元了，是吧？这个是一个头衔。他还有一个头衔呢就是十段赛是吧？对，十段的头衔，也就是十段战的冠军了。17岁的年纪在韩国这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可见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对，但是你刚才说了陈耀烨对他的战绩是相当不错，是吧？对啊，3-0。对，3-0。所以说在赛前嘛，然后让大家就是让他们两位棋手来自己预测一下的话呢，陈耀烨说那大概55%-45%，他觉得自己应该胜率会大一点。但是朴廷桓似乎不那么认为，他觉得是自己虽然略处下风，但是还是50-50。但是他们有一个规则就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不能说50%-50，因为50-50那就是5-5，那就跟没有奖是一样的。所以说好像他们之前还说如果是回答不上来的话就要罚9，就是中方和韩方。是吗？你说的是在开幕式的时候。对，在开幕式晚宴的这个时候。所以说非常有意思，他这个50-50然后就导致韩方被罚9-1。那你的意思是他想喝酒？那到底这个酒是罚给他还是罚他们团长就不知道了。对，我也有问题就问在韩国会不会有什么18岁以下不能喝酒之类的。对，好像都是有这样的法律。那莫非的就是他想让他们团长多喝点酒。对朴廷桓来说呢，你说他要预测这个胜率的话，之前3连败，我想总不好意思说自己一面大，对吧？那就低调一点呗。最低调也就是50%，因为说50以下的话，好像太觉得气势上失了吗？是不是？我觉得是。那可以实事求是吗？或者说自己有51%，就给自己提点气。对，这样倒是也是可避免罚酒，是吧？对，因为我记得好像曾经是不是马老是不是觉得就好像以前就有过，当时对日本的是哪位老师啊？然后就说他觉得他的胜率51%。所以说我觉得要不然你就说51%好了。这个高手的计算实在太精确了。不过好像陈耀烨还是比较谦虚的，他虽然已经是3-0领先了，但是他说是一方面呢也体现了他的信心。陈耀烨认为这盘棋他有55%的胜望。而且其实朴廷桓的这个我觉得国内还有国际大赛这种成绩都还不错，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经常能听到他的这个名字，说他是一个黑马新秀也好，应该是韩国的后起之秀当中的数一数二的人物。就是说目前来讲呢肯定是在韩国国内成绩特别突出，国际比赛上呢还没有取得过特别了不起的这种战绩。但是也让大家知道这个名字了。陈耀烨今年21，但是他好像是在16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打进了世界比赛决赛了。的亚军是吧？跟古力争冠亚军。所以这个国际比赛的上的成绩，我印象当中可能陈耀烨还是陈耀烨了。对，毕竟还要大4岁啊。对。
那其实我觉得从这个预测来看呢，这个陈耀烨呢也把朴廷桓呢当做自己的一个很有力的竞争对手，所以说呢他没有觉得好像是一面倒，觉得还是给了他55%比45%。那看这样能在韩国拿两个头衔的这种棋手，他不可能是就是说实力会差的。对，可能预测陈耀烨他是不是之前3-0的话，这个差距稍微的有点，可能会给他心理上造成一些压力。一些压力，对。但是呢，我觉得年轻棋手的好处就是他不怕输，不怕失败。对。那输了这盘棋呢，下次还可以再卷土重来。对。所以那我们就看一下这盘棋呢，他有没有卷土重来呢？本局是陈耀烨的黑棋。陈耀烨的黑棋，对。像这个年纪的棋手，他们之间的对抗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有可能10年以上。对，我觉得大概棋手下到20岁、30岁，哪怕40岁，可能还能拼搏。对，因为很明显，陈耀烨现在的等级分排名是第4。那么前面排在前面的呢，像古力同杰，这些都比他要大一些。那么就说，可以说陈耀烨也是中国比较年轻一辈的里面数一数二的人物了。对。那么朴廷桓呢，他这个以这个两个头衔的成绩来说话的话，也是毫无疑问在韩国也是新锐的一个领头羊。对。所以说这应该算是中韩新锐的对决。对，其实天元也是新锐。其实现在陈耀烨的成绩来说，虽然说很年轻，但是以他取得的成绩来说，可能已经是非常出色了。比这个新锐还要更厉害一些。他是黑棋下了这个小目，白棋下这个小目，然后黑棋挂的时候白棋反挂了。白棋好像有一点点这个要避免黑棋某些布局的意思，是不是？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现在最流行的好像就是，如果下新的话，就是挂一个角之后走迷你或者小迷你这个布局。对，比如说挂一个或者走在这儿，这可能是比较流行的了。那白棋下个小目呢，就有点这个。黑棋怎么能背着挂过来？可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想下那个迷你中国游的时候，不是也有高挂？如果拖的话，我就搬过来打吃一下，然后在这一带走。但现在好像就是为了下成这个布局而下这个挂角的，然后再打一下，不多了已经。我认为这样的棋如果是这么顶着搬过来，当然也是，然后再打一下啊。有一阵是这样的比较多，我觉得下成这样的棋形，黑棋拆在这儿，最多拆在这儿是比较合理的。硬要走在这个特别流行的地方，我觉得不太。我觉得这个地方毕竟是缺了白棋的这个后壁，这几个子很麻烦，白棋还有拆二的余地。这样我觉得黑棋至少是不太合理。所以说呢，黑棋就改变了一下这个布局，然后从这个挂角，黑棋挂角，白棋挂角，那么然后是一间高加。一间高加，一间高加的话，局部来说，白棋大概有什么？一个是跳，还有一个飞，再有一个拖，这三种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定式啊，定式选择。那么现在他是选了第4种。对，是脱先，根本就不在这边下。那这个一间低加的用意是什么？其实段老师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我也很想下这个小飞。那这样我想他这两个不是有点撞头的嫌疑吗？对，你的意思就是说白棋爬了跳的话，这边也低，对，然后这个挂的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呢？有可能压，然后再压，对，然后搬，再搬，连搬的话，后面断一下啊。那么，对，然后再打一下。打，可能现在不知道现在拖还是这个次序有点正常，还是打的长一下，等白棋走的时候再拖一下。对，然后再拖一下。
这个我就会觉得他这个长还是打赤啊，因为他长的话我这边会不会还有有吗？那他这边飞鸦也是先手，暂时不用担心。那他就这样，然后我再尖起来，还是拆这边，拆这边吧。嗯，这样你说的这样当然也是一盘棋了，因为我看见他这个位置是低位，所以我就特别想给他压低，让他全都在三线上。对，但是你要说下成这样可能也是两分的距离，因为很明显如果这边走成这样的话，这个卦也是非常大的地方，白棋也没有哪个子说是在一个特别不好的位置啊，也没有不满意，对，所以基本上也是双方可以接受吧。我觉得就照你这个思路来讲，黑棋有可能他是这样想的，比方说先加白棋跳完再走这个之后，黑棋比方说就这么跳一下然后再飞过来，这样是不是比刚才那个等于白棋位置更低一些？对，在这边又让它多下了几个子。对，在个很低的位置。啊，再长，啊，再压。对。继续再压。对，这样的话，这个、白棋倒是有点难受。不，他要如果扒了虎，这个被我打一下，然后冲端顶一下，那我这个就不要长了，我就直接拆过来好了。对，有可能，或者你先保留，将来再，比方说也有可能冲了断再打一下，这样打了顶。比方说这个地形，那么可能黑棋会有这样的构思，就是说白棋跟着黑棋的思路走的话呢，然后再顶。对。那么在这个你刚才说想飞鸦，肯定是觉得这个下边比较扁，价值比较低。对、那么刚才白棋只有这一个子，现在又多走了两个，黑棋在外边的外势就更可观了。我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是，所以黑棋选择这个加。好啊，想让白棋在这边多投入几个子之后，然后再飞压它，让它这条边的效率变得更低一点。对，应该说是我们猜测他有这样的想法，至于他实际上是怎么想的，只有问他自己才知道。那么还有一种的白棋飞出来。对，飞出来那黑棋是小尖还是？黑棋呢有两种，一个是小飞，小飞的话有可能被拖进去，另外一种呢小尖。小尖呢会压一个。对。退啊！这韩国棋手好像比较喜欢退，也是正常的。跳和退都正常，退呢给白棋压力大一些。韩国棋手是不是更喜欢再压一下这样的？然后再补回去，走回去。那么黑棋好像这个加过来也很舒服。如果跟着走的话，黑棋拐一拐，这个好像黑棋这里实实在在的花了也有空。白棋这两块呢？对，我也没有拿到确定的地，是吧？有点喜欢黑棋，我觉得黑棋这个逼住还是先手。对，首先自己已经确定了这个活形，那白棋这两边好像相对来讲眼型要差很多。对，所以可能这个是黑棋的一个构思吧。所以不过，就是说黑棋一间高架的时候，可能电视机前有的爱好者需要注意的，黑棋一间高架的时候白棋不能这么随便飞压如果飞的话就被冲断。对，被冲断的话黑棋这个子加的位置比其他的任何点都要严厉。对，这个白棋不太好，好像就是一间低加二间高加都有飞压了，但是一间高加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下法。对，这个是要小心一点的。然后白棋呢就在这个地方就脱先了，他没有走。对，然后选择了挂角。挂呢黑棋也没走。对，以前好像觉得这样的一个形状如果还该黑棋下被黑棋盖住的话，觉得这个子好像有点就是重伤的感觉。是伤的有点，怎么说呢，这次如果被虎的话局部来说是挺损的，但是就布局阶段来说呢，白棋不管怎么说是大损了一个，但是黑棋好像速度也稍微有点慢就这么跳了一个，然后又跳了一个三官小环。对，小小的跳了一个，所以白棋如果在外边占了两个比较大的大场的话，这样也是也不是不能接受。
那么黑棋如果这一刀不加的时候，白棋这么长的拖呢，其实它是可以活得比较轻松的，所以这个棋形被盖住其实也不见得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啊。就是说这样的棋形其实脱先，对，如果被它加一手没有关系，当加到第二手好像就有点痛了，是吧？如果它压的话你还可以长的话呢，这个并不是特别可怕。对，尤其是在这边有白子的时候，这白棋一长一拖轻松的把空掏掉，黑棋其实什么都没得到，所以这个被压住呢也还好。如果黑棋连走两手，白棋在很大的大场占两个，可能黑的也未见得便宜。嗯，所以黑棋是不是也就先不着急去压这个，而是先对上边这个挂角这个子做出反应，他是选择了二尖高加。二尖高加，对，作为这个一尖高加脱先，好像韩国棋手经常这么干，我印象当中。那这样一下就便宜了吗？就比如说这样的局面，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局面，白一加的话，白棋往这儿分头一个，这也是经常看到的，是吧？嗯。他的意思就是说，将来如果有这个的话，在这边黑棋没有什么严厉手段，压的话白棋就长一长拖一拖就行，嗯，就就地做活了。那么他现在挂。二尖高加之后，白棋是反挂到这个位置上，反挂到这儿啊。这是前一阵好像比较流行的一个。流行的是不是这个子的位置在一尖低加呢？在这里吧，我印象当中。啊，在一尖低加里、也有，我记得好像是不是长号好像下过啊、嗯？对，这两个低加的位置好像都有。对，就说白棋挂在这儿，它的。我们猜测他的意图可能是想让黑棋硬，那么让他飞进角，不知道是飞进角还是就这么拆。姑且算这样的、哦、或者他有可能直接拆三，嗯，不飞直接拆三，就让黑棋来压，然后白棋长了拖一拖，什么顺势就取地之类的，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构思，我黑棋夹住他。对，想呢，如果这边再走个先手，如果白棋选择简单的点三三再跳出了丁去，那黑棋抢到这个压住，我觉得这边的一个形状黑棋还是可以满意的。对，比如说这样最普通的这么下，这个是对二尖高加最简明的一个定式。嗯，那么黑棋这边有子之后再压住，是吧？对，我觉得这个配合好像黑棋白棋很好。对，白棋哪怕再来活呢，黑棋这边一个后势已经拆到边了。嗯，这边的结构配合是相当，模样相当壮观的。嗯，那么这个大概是黑棋的构思。所以说他肯定是不怕白棋在那个地方点角。对，而且他加在这儿呢，也是建立在白棋不能飞压的基础上。对，飞压的话，因为这个有子就已经可以冲断。如果他加得远的话，这个倒是挺担心的。被飞压就有点类似于你刚才的这个。对，刚才的这个，然后他就压两下。那么，像这边下成这样之后，这个挂的交换，明显就好像已经觉得，我就算是简单的点角的话，好像觉得这边的配合已经不是那么好。对，明显这个挂的交换，因为。黑棋这个子加在一个价值比较低的地方，等会儿压两下也好，或者还是刚才的冲断一下，上面打完拖角这个定型也好，黑棋这个子它的效率都是显得比较低的。对，所以说就鉴于这个，我觉得上边啊，白棋是不是还想争个先手，这时候争个先手再把这个跳起来还是很大的。 对，你这个构思好像也是比较清楚的，因为黑棋有了这个子之后，这个压就显得变大了。那么除了点角，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普通定式，跳一个，怎么跳？那黑棋就想飞一个。白棋飞。然后就尖三三。再飞。然后就压这个。对。
这个正定式呢，可能比起这样拆二来，白起总觉得是要亏损一些，因为你上来把这个子走在二路，以后还会被黑棋有借用。对，有点不舒服的地方。这个形状以后，比如说被黑棋这么尖一尖，然后是不是这边也要尖一下？对，你说的没错，就这么尖一尖。爬我就长。啊不，黑棋可能就这么走一走。对，然后白棋需要补。需要补一手，就等于整个的都被压制在二路。嗯。像有点委屈的感觉，不走的话，黑棋这一尖很厉害。对，那他肯定只有爬。那是先顶还是先尖呢？先尖。先顶也可以。先顶也可以。这个力的话被冲整个眼位。那肯定会挡。肯定会挡。然后在尖的时候有没有变化呢？应该也没有什么变化。啊。这个子被挖了也受不了。对。好像也只能粘上面。这个被冲掉，而且整块还没活，这个白的也受不了。嗯。所以说一般来讲，这个都是先手，白棋需要补回去。那么如果看成这样，好像总是比那个拆二的定式要差一些。嗯。所以这个虽然定式书上好像这样跳了飞了飞，也是定式之一，但是真正到职业棋手比起赛来的话，除非有场合的关系，真正的选择的还是比较少的。对，好像我觉得就是一上来走在二路上是不满，然后呢之后还给黑棋留下种种借用。对，对，是这样。那么变化多的呢，一个是挂这个，还有挂这个，前一阵还有比较流行的挂这个，挂在这儿，挂在这儿，黑棋最简单的应法呢，大概是就这么尖出来、然后就点个三三是吗？对，白棋会点三三。那么黑棋肯定是往这边挡了，嗯，如果这样被白棋爬回来，这样黑棋对，觉得这个子的位置好像非常不好，对，可能还得走一手。那么那边又被白棋先拆去了，挡一个，那我就搬虎。对，搬很重要，这时候一定不能爬，爬被一虎，这个子就彻底的废了。对，就相当于是二路爬虎，那样肯定不行。对，搬。那么黑棋搬的话呢？白棋是大概然后护住啊，然后他打吃，我就粘上，然后他粘上，我就小尖一个是吧？对，但是小尖好还跳好呢？小尖好像感觉这个头要硬一些。嗯，跳的话这里好像有点，当这边有子的时候可能会有麻烦吧。跳，哦，冲的话你冲了，从下边打了虎过来，冲，打吃。打吃一虎，靠下来的话它坚固。对，那这边就是还有先手。对，所以这棋形状，下棋的时候形状也很重要，是吧？就这样的话它弱点不明显，当然将来点在这儿的时候可能还需要补棋，但是局部没有明显的破绽。这个应该是白棋比较希望下成的一个图，因为黑棋如果拐的话，白棋也虎，一起打吃，白棋粘上，这样的话，但我觉得白棋还可以，因为这个毕竟离这个有点远，而且这个头黑棋还没有马上封住，还可以出来，嗯，已经稳稳当当豁到脚上去了。这个尖呢，好像虽然说是我觉得白棋不怕啊，比较简明、比较平和的下法，但是呢，好像很少有棋手这么普通的下，可能都认为还是，好像对于白棋两边的压力都太小了。对对对，可能都觉得这个还是白棋点了脚就比较满意了。嗯，所以就总想肯定要是撞一边，要不然就压，要不然小尖。对，压或者尖顶好像是比较多一些。嗯。如果压的话，是不是白棋就直接点三三了？白棋可能会点三三。那么黑的虎的话呢，白棋爬过。嗯。这里呢，白棋这里好像稍微有点弱点，黑棋这里呢也有个长的弱点。如果算一人补一个，这样局部来说，白棋也还是。感觉上还是不错啊，因为这样的形状好像我们肯定是有的，但是
这样的形状其实应该白棋也黑棋也要补这个吗？黑棋作为局部来说本手得补一个、啊、要不然这一长还是有味道的。不只是味道，这一长白棋这个子就黄了嘛。嗯，一立的话往外拐这就开始对攻了，压住它一般攻实力很大，局部来说要补，但是作为全局来说不一定马上补了。那就说这样的一个形状和这样的形状差不多，差不多啊、嗯，差不多吧。白棋反正就是脚也捞得挺大，而且头抬高了，对于上面发展也有好处。嗯嗯。那、嗯、么黑棋现在的棋好像都下得比较激烈，像这种黑棋就这么平平淡淡下，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对，黑棋要下得要积极一些。对。那还有一种呢是挡下去，那我就爬回来。爬回来是一个下法，搬先也有可能是搬这个。搬这个，这个离得这么远也是搬的是吗？因为如果是，对，如果是爬回来呢，爬回来也是有可能的。你的，对，你的意思就是觉得离得远，离得远，这个对，如果离得近的话，就想搬出来。我想，反正都离得远了，那不怕黑棋走得太厚。对，下到这儿爬呢，感觉比较奇怪，因为黑棋，你看，比方说它就这么下，如果粘或者是尖这个，就成解谜一点的，这么走。对，我那个搬粘就搬粘不出手，就很痛苦。这样搬粘就正好被虎到这儿，如果在这儿的话，那我搬粘我觉得这个形状还很舒服。对，你搬粘或者你不搬粘的话，远离后是远一路总好，是吧？对，这个取实地也是一种下法。如果是加在这儿的话，就确实亏一点，还不如那个双飞燕的位置。对对对，那这样我至少我搬粘，先把搬接完了，这个还有加的余位。这个形状是最糟糕的，被虎顶在这儿，这个虎基本上废掉了。对，一点用都没有。离得远呢，又相对灵活一点，还是好一些。所以是不是离得远的话，也可以考虑爬出来？对，爬也是一种比较简明的下法。但我觉得搬可能也能考虑。啊，那我可能会虎下去。嗯，我们要打一下。然后就粘上啊。再虎在。我在二路，可能也是一种想法，但我就打出来。对，这个子位置没有在低位好了。当你断被白棋打出来的时候，这个子也是伤的够厉害的。直接撞墙了，这个就。那我这下要不要打掉？打的话，白棋肯定不占了。好，那是根本就打不着。对。那就要把这个走出吗？不打的话，白棋虎一下。对，我挡。将来脚上还有点味道。这可能也是一种转换啊。对，那这个子撞伤、啊，那这个时候应该下什么呀？这个时候黑棋就是被白棋倒虎在那里的时候。这个。黑棋直接穿出来吗？还是下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段好像撞伤了，这个有点心疼。对，这个既然说不肯伤这个的话，你说现在黑棋下什么？对，下什么呢？这个行吗？有可能直接钻出来，那白棋什么虎一虎，将来这里气好像黑棋也还挺紧的，对，也有难受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么多呢，意思是说压的话，白可能比较担心白棋点脚。白棋不是先搬的，先搬的话黑棋就很好选择啊。对，点脚的时候就虎过来就好了。对，哪怕你现在能过去，那我就吃一个，我就补一手。那我觉得好像白棋形状还不如在这儿，因为在这儿的话，这里面似乎有毛病，还得再补。嗯，这样的话等于比刚才多损了一个，这个是不太多损一下，这个损失挺大。嗯，而且黑棋是不是甚至马上就有直接来冲击都是有可能，是吧？所以呢，先压的话，他担心白棋直接点。对。那么，大概标准的，或者说定式吧，标准的这个参考图下成这样，可能是一般分寸。但是黑棋陈耀烨他对这个不太满意，脚地被夺了。陈耀烨呢还是对喜欢控，非常的喜欢控。对，就觉得如果是陈英你的话，你看到走到这一步。
我还是可以满意的。可能你也觉得还行了。对，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比较重要，觉得这个如果下成两分，我又能拿到先手，抢到我特别想下的，以后我觉得布局好像已经成功了。对，可能我比较容易知足。但陈小叶对于这个局部还有更高的追求，他是尖顶住顶着这儿。其实对于这种局部的话，现在的这种一流棋手，他们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对于这个二尖高挂，可能第一次出现在重大比赛当中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出现过那么两三次之后，肯定已经被彻底研究了。对。那么，而且这个是不是我们中国棋手先下出来的？对，这所以说他们肯定，我觉得陈小叶他们肯定非常熟悉，这个到底是什么用意，还有这个接下来的一些种种变化。是，那么这个尖顶是尖了再尖，实际上是黑棋在这个局部的最强的应手。啊，对，最强的，也可以说最狠的一个应手。那么这个尖的时候呢？白棋有没有妥协的下法呢？对。不过这个子可能是在这儿的情况下，对，就在这儿呢，可能差别也不大，拖到这个位置上。对，这个有过实战，那就李世石也这么下过，拖在这儿，这个是白棋就避免正面跟黑棋交战了，很灵活。因为现在要是点三三呢，它顶在这个位置，明显比这个要好。对，黑棋是不是？那对，我觉得可以挡。然后搬的时候说可以连搬下去，对。然后，那我把外边这个子争吃掉之后，就觉得白棋的这个角实在太小了。对，这活的太小了，黑棋外边这么厚，反正没什么意思。以后看情况厉害。还有先手味道，因为角上毕竟威胁着他有打劫。对，这个白棋不行。所以白棋拖，如果白棋要避免正面交战的话，拖一个其实是不错的一步。那么黑棋不能搬这个，当然搬这个的话，白棋往角里一长，这要搬过，然后这边是不是要断或者加过？对，这边要断，黑棋不好硬，这个总不能被搬过。如果走在这儿的话，这个直接就被断掉啊！直接对，这个长是先手嘛，这个子就逃不掉了。对，他长这个的时候，然后就长这个了。对，这长是先手。那即使粘上这个也不好逃，被连扳下去了，飞的话被顶住。那么所以呢，黑棋大致不能扳这个。对，要扳角里，然后白棋退回来。然后黑棋是不是就虎这个算了？正常来讲只能虎吧，因为如果要对也有定式是立，因为如果要往下立这么一长，黑棋快要被封在里面，挺难受的。这个形状，黑棋就顶，想出头得这么出。对，这个好像有点难受啊。这是棋形很委屈。所以白棋大致虎。黑棋大致补一个也，那白棋也搬进去，白棋这一搬很舒服。如果这样定型，我觉得黑棋还是满意啊。黑棋又抢到先手了，还要立一个。黑棋现在倒不一定立，但立也很大。那普通来讲，白棋还是要拆一个。可能局部来说这样定型吧。对，但这个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实战白棋长，他就是不想被你抢到。你老是强调要抢到先手走这个，是觉得这个点现在如果这边定型成这样，我觉得这盘这个点是全盘唯一的。对，就局部来说呢，白棋也是一种比较妥协的下法，黑棋也没有任何的不满。这块明显还是要比这块大一些。觉得下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反正我非常喜欢黑棋。对。这个局部也还不错，然后抢到一个对全局的配合，我觉得特别生动。对，压到这儿的话，这边很广，所以白棋现在不肯选择这么简明的图。因为简明图它要落后手，如果先手还行，所以他必须要跟他站出来。对，那黑棋尖出来。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看到这个
二间卦的时候啊，二间反卦，他们肯定也有研究，作为乔云环他们这样的年轻棋手，对，肯定会有研究。双方对这个局部应该是都有一定研究，在这个两国的头衔战的这个对抗中，对他们采用，而且呢，这个比赛呢是由去年的每方3小时缩短为每方1个小时。啊、那所以说，一般来讲，对于稍快一点的这种比赛，会拿出自己拿手的棋，不会下一些搞不清的。对，更得下比较熟悉的棋了。嗯，要不然的话，根本没时间去仔细想。对对对，不能对于一个局部投入过多的时间，这样的话，这个到中盘就麻烦了。对，那1小时的棋，它不像那个日本的2日制的，是吧？嗯，没有那么高。第一步想一个钟头也没关系。是。那这时候白棋也下出了一个最激烈的下法，就直接给它断掉了。对，如果是稍微灵活一点的话，比如说什么靠一靠，可能是也是有可能。但白棋也是相当的火爆，直接就挤断。嗯，年轻气盛嘛，直接先断了，冲上去再说。对，那黑棋大概也只有一步棋可以下，就是这个压。哦。怎么能往下打被人家占了？对对对，这个肯定不行。然后从这个地方是不是又不行，又打不下去？因为他这个是对，现在打呢冲不下去，冲下去的话白棋吃2个子就可以满意了，这3个子吃不干净。啊、对，如果这样转换的话，这个不能，黑棋不能先投入。对，先投入太大了，这要先把这个压一下。他准备的这边要扳死他，这边呢要打他冲下去。嗯，那白棋这现在这个黑棋又没有损失，所以说白棋肯定不能弃啊。白棋也只能搬。嗯，因为走别的这个已经被打了冲下去了，走这边的话这被搬是走这个他敢打了冲下去。有，我觉得黑棋打了冲下去，我再立一跳，这个是谁杀谁呢？黑棋一个是黑棋即使死了也未必亏，另外呢、哦、可能会小尖。你能不能，我想小尖立了跳，对，突然间改变了，对，突然间改变了，这样的话呢可能黑棋死了也不会差。那我虎一下，这断不着是吧？对，断得到吗？断，现在断有点想断，被围管你死掉了。哦，那就爬吧，他只能二路爬，虽然很不愿意。这边收气我怎么收呢？拖到这儿也不是很容易吃干净，加一个，这边被搬下来也还有麻烦。嗯，而且我脚上局部一打一错就活了，你现在就必须得看看怎么收气。这个我觉得不太好吧，你如果加在这儿的话我就这么虎。对，我想点这个不干净，点这个的话呢、啊，然后我可以爬回来啊。点这个是对，点这个是要点，但是我觉得黑棋即使弃子也是完全可行。然后再加进去，这个我肯定我能杀得了吗？加进去呢也有点问题，我搬在一路，你爬的时候被我冲了铺，有打击杀，吃不干净。嗯，那么这个气好像不是那么好收的，我感觉即使好像不是那么好，只能吃掉的话，黑棋外边拐一拐，搬一搬，把整个外室封住，恐怕白也不一定便宜是吧？嗯，也未必便宜。哦，那这个地方压的话，那就只能搬住。那搬住的话，我打了贴就不成立了，是吗？搬住，打了贴，不是也可以打下去吗？是可以打了贴下去，但是呢他这个扳在这儿可能对黑棋这边的压力大一点，但是自己这边也有个断点。对，好像挺复杂的。很复杂，这个局部是很复杂。嗯，如果不是平时有研究的话，这个在1个小时，对，我觉得临时算肯定来不及。 即使是他们这样的水平，临时你要把这个全都算清判断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嗯，然后拐一个。嗯，第一杆肯定是想挡住3-3，拐一个是要紧住气啊，因为现在不紧气的话，有这里被一断，是不是已经就死掉了？这个转换就不行了是吧？如果我吃这两个的话啊，你如果吃这两个，那好像明显黑棋吃的大一些。嗯，这两个没有提起来还是差很多，刚才是
对，就这样的话，就这两年也没吃干净，这边也死的比较大。那么，白棋拐一个紧住黑棋的气。对。首先，他防住这个断，断的话，拐吃先手一挡，黑棋脚上没气。嗯。那么你刚才说，对，我的第一感肯定是想挡住，因为我觉得走到这就紧了白棋的气，同时黑棋也长气。对，挡这个的话，白棋可能是二路半。然后我拐出来。然后我有可能是打吃这个，再粘上。这样的话，针子应该是针掉了。这个黑棋也，黑棋也比较麻烦，这里。马上这个要，这边要打死，这边要，这边要加或者升。你要如果要抢这个，要两边的防住呢，只能这么打一下，然后再贴或者拐。但是这打一下等于把白棋给送活了，嗯，等于把白棋给送活了。那么白棋长几个以后再往里一拐，这个黑棋恐怕太悬了。对啊，嗯。这个扳头还是先手是吧，白棋拐白的活了，黑棋这四个还很麻烦，所以挡呢有点担心他扳。所以扳等于黑棋如果拐不动的话，这棋就如果拐不动黑棋就不太好下了。如果扳这个的话，白棋哪怕就吃掉两个可能 也可以满意。所以这期好像看起来必然的要点还、还不是绝对的，还不是绝对的。这地方是如果没有深入的研究的话，可能很多地方都有陷阱。就说随手一挡，他一扳，这期就已经不好扳了。嗯，那么黑棋扳这个也是一个好像感觉紧住白棋气的一个要点。然后白的扳。之后黑棋再扳这个如果没有深入的计算和研究的话，我感觉这种棋不是那么容易下出来。那这个扳和这个扳有必然性吗？为什么要先扳一下这个再扳这个呢？看上去我觉得可能应该还是有，先扳这个是不是怕他会不会怕他直接立在这里？然后我拐的话，这边还是有扳，对吧？我扳了爬两下，然后扳到脚上去。对。那么扳一下，为什么要扳这个呢？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二路扳有关系。黑棋不管走这个也好，挡也好，他始终还是不肯被白棋扳在这儿，因为扳在这儿。一打一粘，这个问题黑棋始终很难解决。对，那么如果这时候再扳，有可能就被白棋吃掉了。吃掉提掉两个的话，这边这边黑棋还是不好处理。不管你放在这儿也好，还是一个吃不干净的状态。所以呢，黑棋如果能先扳到，比方说白棋粘上，那黑棋再跳，这样黑棋扳的话，黑棋就拐。这个断已经防住了啊，把这个断吃给防住了。对，那么长可能就更不对了，他这个粘还是先手。所以他先这么扳了一下，然后他爬进脚，这样我怎么感觉好像黑棋挺危险的？对爬。那这个对杀黑棋当然是危险了，在这个生死关头，黑棋在外边走了一步，里边的对杀肯定是很悬了。不过他这个粘还是先手，然后扳到脚上。粘呢，现在还不能粘，现在粘被一步，一步就拿住了，对，不能随便粘，所以他先扳。先扳，对，先扳呢可以，不管怎么说可以延气。等到他挡的时候，然后我再粘。哎，是吗？再粘这个还有这个吗？挡这个呢？还是不能粘吧。不，黑棋其实挡这个以后，黑棋已经便宜了。为什么呢？本来一步吃掉，黑棋就没气儿。对。现在吃呢，白棋吃一手之后，黑棋还有气在。哪怕我就这么下都可以。那我粘上。或者我走这个。
从这里，那我就去到下面去了。就这么下都行，其实。那我是把这个打拔了吧？你把这个打了的话，我将来粘一下。对，然后那边搬还是先手？那我现在已经可以脱先了。这个黑棋外边拔一朵花，就把脚弃掉，然后取个先手，这个应该是完全换可下。我认为黑棋还不错，是吗？应该还不错，而且是对，甚至我以后。比方说我可以这么收你，我断一下，断一下啊、如果吃到这儿我一打，你的木不是又稍亏一点，对，那么如果你吃到这儿，我立变成先手，那这边又厚一点，嗯，如果走在这儿的话，将来我立下去以后还要翻吃，对，这个就挺麻烦的，嗯，对，可能被收的还只能这么下。那白的其实上木并不是很大，所以这个黑棋、就是觉得黑棋还不错、黑棋搬两下就是死掉，就是死掉它也有便宜。嗯。那么至于是不是有这种战胜，这个有点看不清。我觉得基本上简单打拔黑棋完全就可以满意了。对，那个图倒挺简明的，白棋也没有什么反击啊。那么实战的白棋是打在这儿，嗯，打在这儿，嗯，意思差不多。然后黑棋粘上，白棋再扳住。对，那就相当于扳的时候，黑棋没有选择简明，它粘上，白棋大概也只能打这个。意思也差不多，嗯，因为黑棋现在做劫都没有合适的劫材，嗯，黑棋扳了一下。那白棋只能粘了，白棋粘上，对。啊，然后其实实战的这个结果也几乎是跟刚才那个转换差不多。对，黑棋，但是这个转换呢，等于白棋也把黑棋收，但是白棋得了一个先手。那，你刚才特别强调的压这个地方，白棋先动手，是，所以白棋这个结果还是比直接挡上应该要好一些吧。那么对，这样终于还可以争到一个先手。对，当然黑棋，其实黑棋也可以考虑打在这儿。那这个我是不是也可以脱先？也得踢。当然你暂时可以脱先，但是留下一个致命的劫。我把这个粘上。粘上。我觉得粘上之后黑棋的断点多一点。我先补上。嗯。这里将来黑棋如果劫材有利，把你一旦把你打回去的话，全都。嗯。全部。对，全部收紧。不是收紧的问题，是打劫杀了，实际上。嗯，你打吃我提，嗯，对啊。这不就是个打劫？对对对啊。就等于一打就打劫杀了，所以你这还欠一手棋，所以白棋可能也会提这个。那么黑棋可以选择是提还是虎？当然提掉也非常大。对，挺厚的。局部来说，提掉也巨大。嗯。嗯，这局部结果下成一个转换，你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其实黑棋从这样的一个局部的形状来讲，我觉得黑棋满意，但白棋终于可以抢到一个先手。对对对，也还好吧，两分。对，如果是局部我选黑棋，但是现在由于外面有一个那么想抢的大场，所以我觉得两分吧。对，跟我的看法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黑棋提一个花太舒服了，局部来说黑棋应该是只多了一手棋。黑棋多一手棋的代价，白棋脚上十五目棋，十六七目棋吧。但是黑棋这么早就下成一个这样的后势，对，对于后边的发展，我觉得还是先有后势的这一方比较有利。对，但白棋为什么这么下呢？他肯定也是有原因的，他也就是看准了黑棋也有他很不舒服的地方。这边是舒服了，但是这边一跳的时候，黑棋不愉快的地方就显示出来了。对，这跳按照程序，对，普通的感觉好像这个一跳送黑棋为空，嗯，黑棋很愉快，但是对啊，现在这边问题是漏着风的。对，
就像陈英刚才说的，这漏的风价值很低，实际上黑棋在这边走子走的越多呢，亏得越大。嗯，白棋就说就这么一路能压几个，如果黑棋都跟着下的话，能压几个就压几个，便宜。嗯，反正非被白棋压，实际上黑棋也被多压一个就亏一点。嗯，再被压一下呢就亏得更多。对，但是呢被走那不好像飞下来又、嗯、又好像太大了。所以说黑棋选择一个既不被白棋压，嗯，就是又可以不被白棋飞下来的这个棋拆个一，但是他也有他的难受之处，就是他位置已经把自己给偏低了。对，就是说这样的后势被人家这么出头，只能在底下跟着硬，还是很不舒服。嗯，那白棋呢还不依不饶，你不是走在这儿难受吗？对，然后他继续更难受点，是吧？反正这块儿是黑棋极不愿意下子的地方，对，非常非常不愿意。但是呢，如果被白棋这么搬下去的话，好像觉得又有点难受，更痛苦，就是、没有办法。对，所以白棋这个招挺狠的。为什么他？他是韩国的天元的，对啊，他也是，他是烧挺狠的。他就说你越痛苦的地方，他越要盯着你弄。对，就是说，好像我们平时都讲什么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嗯、但是在棋盘上，这样的招法其实我们经常能看到，就是越不愿意下子的地方，你然后对方越拼命的让你在那下。对，他就是逼着黑棋往这个价值比较低的地方走子，他的子呢往中府出头，总是对黑棋这个外势有限制的作用。黑的如果退，那么他也看成是很愉快的，对，那肯定便宜了。嗯、我觉得他就转身了，再反价过来嘛。嗯，将来拖起来可能也多个子还是有好处。嗯，现在可能不会拖，因为。对，这样被抢了，冲过来了。但是就是说尖顶一下总好的，他也有可能接完寻求到搬战的先手一步跳出去。啊，对。对，也有可能。这个也有便宜，就是冲完了打吃我虎完之后，我还有个利。对，尖顶一下这个利变成现实了，或者说接完是不是有搬这个？但是现在可能外边打他不会这么想。外边太广。但是将来可能留下这样的手段，可能先加工。黑棋呢，实际上是搬住。对，黑棋搬一个，但我觉得这个搬还不如单退，这不是又给人家一个先手的借用吗？那白棋这里形状也软一点，就是他可能看中这个点，他也多一次，这个倒是难说。这种顶了虎，在正常的布局的情况下，这肯定是俗手，肯定是俗手，送人成空法。嗯，但是现在呢，因为这边价值太低了。对啊，而且这个后势都已经到这儿了，如果是再远个三五路的话，对，可能就不肯下。所以说现在这两步是好棋，然后黑棋在自己后的地方重复的走子，嗯，然后再反夹过来。对，反夹过来。黑棋瞄着半天的这个点，难道他不点吗？点一个，他是不是被冲断了呀？有可能，他不一定就占。点不着，嗯。对，直接冲断也是有可能的。然后就简单跳了一下。对，他并不是不想点，是点完之后会被人家反击。对。然后现在要拖呢，还真拖不过。拖的话，他就会长。就冲过来了，然后我挖粘，挖粘我打吃了粘住，白棋气紧，这被扑扑死掉了。哦，是这样。嗯，那我这个时候在长气，好像也已经来不及了。那来不及，这个被一粒白的全都走在黑棋后势上去送死了。对对对，那这个后势就太有用了。对，现在还拖不过。然后就是因为这有冲啊。对。那所以说我就很想在这边做一些准备工作。对，做准备工作，普通的感觉呢好像拖长。嗯，你长的时候我就正好粘上。但是呢，这个时空也有点损，虽然是能过去，这个不被冲了。然后现在我就会要选择粘上，这样就先刺一下坚固是吧？对，刺一下再坚固。那个次序掌握的挺好的。但是脚地是不是也有点亏损？嗯，也有不满意的地方。
这边对好像时控还是有一些损失。对，等于黑棋本来这个角不是黑棋的嘛，生成黑棋的角。那白棋下一步的是下的挺有意思的，比较实战是吧？他是在这个地方尖一个，挺有意思，尖在这儿。对，这样看的话，黑棋肯定不敢藏进来，藏进来最威胁的一个打劫。这个劫呢，现在黑棋倒是也未必就怕。但始终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定时炸弹啊。对，但总是欠一手，哪怕白棋再脱过，他至少防了这个长了已经。哎，那这样的话，你如果接上的话，他会不会？他这个地方不是要补一个吗？他不走了，那我这一张怎么办？我觉得那我在一起呢？我觉得是不是就算了？这个双脑子，好像你就感觉好像越吃越小了，是吧？实际上吃了半天，你锁的也很对。也很吃，锁的也很。对，当您走这一招的时候，然后我就摆，就摆的时候，然后同时就看看大家，然后就是不是大家也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就说这个怎么感觉好像越吃越小？开始冲过来，我觉得这边还挺大的，但是这被顶一下，我要缩回去，再跳一个，对，你就没法围了。也就是，吃到了点皮毛。嗯。所以，那么长进来。大是大，但是这里有一劫已经被拖过了，这黑棋也很不舒服，所以局部来说，那就只有粘回去了。感觉上白棋这个局部手段的确还是挺有一套的。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实战的。劫财有利的时候，这一挖黑棋就崩溃了。嗯。那么劫财不利的时候呢，白棋也可以很灵活，很轻，黑棋即使补了，它死了也没有关系。嗯。所以一顶，一般来说这种顶的怕人家长，这两个交换目数大亏。对，但是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定时炸弹，威胁这个劫。对，这时候这个子要比放在这儿就差多了。嗯。那就只有粘回去了。那既然是这样，那是不是就只能粘回去呢？嗯，粘回去的话呢，白棋达到目的了，它等于拖到，是吧？嗯，你会虎吗？我如果虎的话，你搬的话等于我拖刀，本来拖他可能会担心长。嗯。那黑棋啊，他是先飞。黑棋很灵，黑棋也很。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脱先了，走这。脱先也很有全局观念，双方这棋你看，白棋在这个角。嗯。感觉上这个定势还是亏了，不能叫定势吧？对，我觉得还是这个定性还是。黑棋比较愉快。 对，我觉得白棋还是有点亏，因为这个地方毕竟吃的目数还太小了。但白棋之所以这么下的话，他就是看到这一跳出来很舒服。但黑棋现在也感觉上这步飞压也是相当的有全局观念，是吧？对，这个地方要是换了白子的话，这个整个好像中府的这个这个后可能就有点就不一样了，不发挥。嗯，那这边是怎么回事？这边呢，就是说，就局部来说，应该是，就局部来说，这种棋应该是不太能被虎的，被虎了立下去之后，目数亏损相当严重。但就现在这盘棋，因为是中府和上边一带大场太大了，所以这种地方都是一些。小问题，小问题都可以接受。那这个除了虎，局部也没什么可以下的吧？如果这个时候我再打劫的话，黑棋已经有个长要轻很多。一来呢，黑棋现在拔了个花，白棋要找劫也不好找。再一个呢，他打输了的话，这不是没长，不是白少死一个子，白省一手棋。想到这儿，这个太棒了。到这儿送死，然后亏一目，跟下在这儿的话，那差别。太大了，对，天壤之别。可能也都有40目，太巨大了。所以白棋没法打这个劫。这个劫黑棋不走的不长的话，黑棋就变轻了。啊，对。嗯。那所以说白棋就给它交换掉，那白棋能不能就留给黑棋啊？始终让黑棋走，就爬过来。
该怎么下怎么下，反正黑棋的难题就仍然让他去解决好了。对，你这也是一种想法，但是呢白棋也有他的顾虑，你盘首先是大场被黑棋先走到了，这是一个不肯的地方，二来呢是不是有被黑棋造出劫财的嫌疑。哦，黑棋有可能就跟他打劫了，就是说这个挖打出了这个黑棋有可能挺过来之后，这个挖黑棋由于这边是不是就不是，但是有劫财了，但是白棋会马上挖，那你不挖我也不补啊，对，就继续走大场啊，就始终就留着那个，他就挂一挂之类的。啊，所以说白棋就赶紧给他走了。对，你说的不走呢，倒是也有可能，这个双方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白棋照一般的感觉，就可能虎一下很舒服，所以他就虎闸已经很舒服了。对，黑棋也就跟着硬了，也没有契合。另一个呢也挺大，因为下一步毕竟搬进来也够大了。是，其实你说的这就是挡下来啊，好像也是，应该也是不错的一步。白棋吃的话呢，然后再跳一个还是脱先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形状不能被人家挡，好像这个飞就绝先就只有爬，这个被挡下去，那这个形状实在是黑棋太舒服了。一般是不能被挡的。但是白棋可能看到这边吃后了，他也收获挺大。黑棋就粘了。对。这地方是很不容易判断清楚。白棋呢也就这么爬完之后又跳出来了。对。那这个地方也定型了。之后这个被白棋这一跳出来之后，那黑棋究竟又该以挂角啊还是继续走啊，有这么多种选择，到底应该走什么呢？那我们邓老师啊，我们休息一会儿，让大家呢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为大家解答，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好，欢迎回来。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看这盘棋。现在呢刚才是跳出来之后啊，轮到黑棋来下。黑棋到底这个地方是应该脱先还是应该继续下呢？我觉得脱先这个挂角再拆回来也是挺想抢的，很大，也绝对是超级大场。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下棋都挺狠的。对，因为说刚才他让让他就是刚才我们说白棋这个让黑棋在他最不舒服的地方走棋，现在轮到黑的了，然后也开始让他在这条就是不愿意过多行棋的这条边上，这里面是价值很低嘛。黑棋往中间走的越多，不是对中腹影响越大吗？这个交换肯定多走一个黑棋总是便宜的，所以黑的来了然后再压。对，这次轮到黑棋开始享受了，刚才是白棋，让黑棋在这个地方多下棋，心里特别愉快，然后这个时候说，那我刚才不是难受过了吗？现在该你了。对，这个享受这个词好像用得很好，黑棋这两压确实是很，对啊，我觉得白棋痛苦啊，白棋到底要不要长啊，这一手要不要长，要搬长的，到底怎么走，长的话他是不是还压啊？这个肯定过分了吧，不一定，我有可能这样挡住，断一下，我这断一下其实我挺难受的，这一下真的挺麻的，在这对，吃完这个被你顶一下，打完这个便宜一下，这等于被压成一个这个没法看的这种东西。对，那可能就是只能粘回来，但这时候被你压一下的话，我好像不是特别敢脱先，精神有点要崩溃了。对，就搬脱的话，将来会被盖进去。顶的话，这个尖先手断，对，然后再搬进来，这个等于这个脱过已经不存在了。是，那这个搬的这个力量，像您这样，恐怕白棋要晕倒了。这个被拖的有点晕，或者黑棋先压再冲断。先压再冲断，我好像倒还好。压的话，我就不走了。然后再冲掉我就肯打这个，毕竟是这样一人换一手嘛。这你说这个损一点是吗？但其实这个损失很有限，总之黑棋先冲断也可以，这地方白棋挺难受。那么搬的话恐怕也有这个，是不是还是有冲断，这个也有被冲断的问题。对，这被冲断一下始终都挺难受。断哪个呢？黑棋现在有可能断这个，断这个反正我觉得我总是要，或者黑棋先搬一下，先搬一下，那我这个应该只能糊起来了。糊起来的话，这个下边
然后再冲短，然后粘上再顶一下。对，或者打你看这个次序还是这么好找，先冲断吧，或者就冲断吧。这个不能吃了，吃被这两打之后，这个已经被断开了，这就齐了，那就只能粘。那这个脚上被拖一下，脚上被拖一下，将来他搬的时候呢，是粘是糊也很迷糊。如果糊的话，打吃完之后，这是还有尖吗？对啊，这下面还有个尖，这一尖还是要成为线索。嗯。如果是被搬成这样就脱了，白白棋感到极度的不爽，对，极度的痛苦，嗯，不能忍受这样的形状。那这被你压，那我这个退也不行，搬也不行，那下哪儿呢？因为我在想，是不是还是只能忍受，只能搬，虽然痛苦是不是只能忍受，也只好下棋。有的时候不舒服归不舒服，该忍还得忍。对，我突然间就这么看看，觉得这个黑棋好像还是可以忍，它这个白棋已经到忍无可忍的这种地步了。嗯，可能难受归难受，我觉得白棋是不是另一个算了。啊，白棋实在愤怒，白棋说愤怒，把这个立下来。这个立下来，如果排除这个死活的关系，那目数就很小了，目数也就是十几目棋。对，但是这个被搬，这个搬下来肯定是，对，肯定要比那个大，因为搬下来之后白棋对于脚上，对于这个子，还有对于黑棋，而且黑棋这两个子也变厚了。嗯，我觉得搬家虽然是难受，是不是就搬一个算了，还是得忍。嗯，就这个力，就这一搬你是会不会觉得更难受？嗯，好像是，非常难受。然后他在二五班，然后再被连班，这个怎么办呢？痛苦。打了粘上的话，黑棋实际上一长，因为这个打吃是先手嘛，对，就已经连回。或者黑棋直接打吃了再接上，就已经连回了。这三个子被断在外面，跟死了一样。对，因为外面都是黑棋的势力。那么粘上呢，黑棋就粘了。这个子有跟没有差不多。是啊，这个位置还是非常怪。对，白棋实际上是选择了这么打一下，然后黑棋粘上。对，然后他再并回来。那黑棋等于先手把白棋这俩给分断了，割进去了，然后这还要再来一下。不走的话，他往里一爬。爬呢，我挡住。我觉得这个怎么说也不能再硬了吧，再硬有点说不过去。挡住的话，他再往这一并。那这个地方要吃。你会感到很不舒服的，你只能是活脚了，就这还欠一个吃。那我也得把这个先连回来吧。连回来那整，那不对，整块不活。好。所以这一爬也相当的大。嗯，他想了半天，忍了。我那这个都忍了，这个脾气实在是太好了。那我觉得现在，所以我说白棋这样，是不是还不如当初忍忍？当初这个忍不了，现在这个结果好像更痛苦。对，现在我觉得让大家选的话，肯定都选黑棋。觉得这黑棋的这个外势，还有这边的外势，实在太舒服。对，但当初这个忍一下的话，无非就是这个被拖一下有点难受。嗯，但是现在好像整体的这个边上已经变成被黑棋分割完之后，白棋就是自己活了两个小角，中间都是黑棋的一个后势。感觉上就这个飞的压过来下成这样之后，是不是觉得黑棋开始对局面不错，很好。刚才呢只是觉得局部不错，但是这被白棋走几下还是有点难受，全局还搞不清楚，不太好判断。但现在黑棋很广，因为白棋虽然说捞了半天空嘛，空并不是很多。现在黑棋得一先手走到这个大场，好像这个中府这种广阔的地方总是有很大的潜力似的。对，觉得现在好像白棋稍微有点难，因为周围黑棋都那么厚，到底对于这个怎么在选点，好像以后的行棋就会比较艰难一点。对，上边也很大，上边黑棋因为也打穿了，挂过来的话，在这里围一大块的可能性也是很大。嗯，那可是现在挂过来，这边也很现实，要围孔。对，那么
就是两边可能黑棋都有发展的空间。如果硬的话，黑棋在这儿走一个小尖，好像是先手。不走的话，跳进来白棋要死，是吗？那有可能这边就迅速膨胀起来。对，所以他先拽进来吧，先拽进来再说。对，如果要破这块呢，倒是也蛮容易的，往这远的地方随便那么加一个，肯定不会死嘛。但是如果加得太远，被黑棋双飞燕，是不是上边有？上边这个对，也有可能会成一个模样。的空，所以白棋选了一个中间一点的，加在这儿。那如果双飞燕白棋压过来的话，这个子加的比远的好多了。所以黑棋要跳出来，既然它加得近了，这反加。对。而且这样加过来，我觉得他的这个后势和这个后势就都用上了，因为终于看见了白棋的孤棋。对，你说的这个很关键，这个后势最喜欢人家有孤棋，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发挥。对，后势呢切忌用来围控，围控的话那个效率是极低，那如果用来进攻的话，那能发挥出好几倍的效果。对，这块孤棋关键是很不容易做活，他做活的话可能得连走好几手单杆，因为毕竟这边太厚了。对，然后震过来是靠，好靠一个。对，本来我想如果是震过来，我想这手棋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因为这边白棋那么厚，然后他还往这边去靠，这边黑棋对，总感觉他要远离后势，但是好像就算往上面跳的话，对的也是后势，到处都是后势、已经远离不了了。这个正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好点，因为你想这两次先手嘛，虽然是脚上很损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次先手这个暂时不怕，将来可能也有一些做眼的手段，但是呢。是选择了一个是想马上做活是吧，靠断，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手段，这肯定是亏损的，但是呢白棋就想如果他打的话我就打这个吗，打他肯定退，好他退啊，这个花还是不肯被拔，他肯定退，那等会儿把这个子吃了的话也有眼尾。对对对，他是想着常被顶一下，这个难受啊，这个眼型还是没做起来，而且呢他还有一个他想抢先手，抢上面这个逼住，上边被拦住也是非常大。所以想抢先手，所以在这里选择了一个局部比较亏损的下法，然后黑棋从下边打吃，然后再长出来，打吃完站上，把这个藏出来，这样的话这个黑棋就顶不到这儿了，这个形状好像白棋已经有眼形了。对，要不然单长的黑棋先手顶一下，可能黑棋先把上面拦住再说。那这样白棋敢脱先吗？敢了。走了两个时候拆到上面，是不是也只好脱先了呢？如果白棋现在在中间走，感觉上这几个都不一定比什么单长或者靠单长或者单正好吧。那这样就走了两个就真敢脱先了，那我如果真的就这么正过来的话，白棋有生命危险吗？死应该还不至于吧，比如说他借点劲儿。这个是先手，那么这两个成为先手，然后他再往外逃吧。就说黑棋空间还是很大的，黑棋虽然很厚但空间还是很大，黑棋让他吃他还是他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脱先，原来这样放几个其实就可以活了。那我在想啊，我以前下棋干嘛这么怕死，原来就搁上几个子，对方就已经就吃不着，就不敢吃了，原来每个子都还挺有生命力的。那我下次你以后下棋，对，我得学习他们就不怕死，真的就让他们来吃一下，学习怎么不怕死，对，精神是吧，要脱先，一定要脱先，
学习一下子不怕死的精神。对，如果是这样，那我早早就肯定还跑一个吧。我觉得这个跑出来，这个形状也挺好的。跑一个呢也很大，其实应该说，也是挺本分的一手，正常的。但是他肯定觉得上面被拦下去的形势不怎么乐观吧？我们试一下抢一手吧。那黑棋竟然呢也非常配合了，他就也没攻他。其实这样的形状，我最怕别人以任何手段震还是这么攻的话，就挺怕死的。黑棋是黑棋刺了一下，刺一下总是便宜。嗯，那他就粘没有马上攻。啊，对，之后他也没攻，他就去点脚了。啊，黑棋直接攻呢，可能觉得也没什么把握。有的棋的不攻，他自己走几个还看不清是不是。对，这个白棋像我一样比较害怕，他在中间走两个，那捞点木数，其实这个木也就回来了。白棋在中间走，比如说连走两个，这两步都不增加木。嗯，黑棋每步捞个20目，那可就是40。对，那就相当于已经间接着已经获利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直接去攻人家，像这种棋，你说攻他，你打算攻完了在哪个地方围控呢？也不好说。如果我从这边攻的话，那我肯定是这边有点潜力。那我如果在这边的话，那我可能会再攻这个口。上边好像潜力有限。对，上面有这个子，好像现在的问题发光。如果往这个方向过来，被白棋活了，这边是围不到控的。对，有可能把别人送到这个价值大的一边来。是，如果往这边攻过来，对，或这边吧。这块是不是自己哦有危险，自己是不是也不安全？所以呢，黑的实际上是准备从这个价值大的一边来走棋啊，所以说他先把自己做活了，对，然后再攻他。而且本身这步棋也巨大，是吧？他如果能活，然后又带着20-30目，对，他目数本身就还挺大的。但因为现在黑棋厚了，白棋搬下去的话也没有意义，那白棋就拐呗。对，因为这边好像是没有什么木数，所以说让黑棋多个加可能还能飞过。对，黑棋将来加一加就没事了。对，他就过了。比如说黑棋就爬，他可能还不一定敢顶吧，顶的话就被加，他就断掉了。断，那退的话他就加，如果搬的话他弯先手已经活了。对，如果是他立下来的话，如果立了他就接，以后我这一飞好像还是连的。黑棋很安全，因为黑棋太厚了。但是白棋这个被尖到这儿的时候，是不是自己的眼位也有一些伤害？自己反倒觉得目数也没了，眼也没了。所以这时候这就是厚的好处啊，白棋已经不能惦记着搬下来攻黑棋了。对，到处需要妥协，然后虎一个。吃一个就粘上。然后白棋继续抢。这一家问问黑棋走哪。这个如果粘了，白棋就舒服了。上边还有一个长的先手。这个都是先手。这白棋挺愉快的。黑棋这形状一定要虎一个。一定要就是强调它要虎在这儿。绷住，虽然说他这有一段。对，我觉得这个黑棋下的也挺强，虽然说他这有一段，但黑棋还是要护。虽然说这个打棋还是先手，但他也没关系，就粘上。我如果我再补一个，有没有危险？应该能活棋不停吧。然后我再飞点，这要不要顶掉？这棋呢，关键是白棋也比较薄，你如果飞的话，靠出来直接就被靠出来了。我还在想，您如果走这个，我这一走，是不是黑棋就有点危险？估计也不会死，因为这冲两下一断开的话，黑棋气肯定比白棋长。但是直接这一靠，白棋可能就比较麻烦了。棋这就已经麻烦了。对，白棋气很紧啊。对，黑棋活的时候，这个图他肯定是算的。如果走这个呢，那一断吃就已经不行。对，走在这儿有可能。哇，走在这儿，想都没想过，哎，这形状好像有点太难受了吧？走在这儿的可能性是不是也有？
这个。嗯，但是我在想啊，这期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是即使死了，嗯，恐怕中间被卷一下，是不是那边白棋也很悬？我在看这个，好像你已经扛不住了，已经完了是吧？这对，这要顶着家、啊，对，我能顶在这儿，这可能也挤着了，这个行叫嗯。这个黑棋，这个是不是还有长呢？这个黑棋如果能坚守这个，那不太合适。在这个已经被夹死了。对啊，我在这儿可能这种一挤也守不了。对，我这长是先守啊，这一挤不是死了吗？嗯、对。对，然后这还是有夹。就算能吃掉黑棋中间多几个子，那边也死光了，对，也是不行。所以说这个嗯，所以他这个胡比较强。嗯嗯。他就忍着被你打一下，但是白棋这个第二下痛快，他看起来痛快，他也不敢走。对，还是吃不了。那你看，算了，跳一个，然后黑棋就吃了，算了。然后现在白棋我都不知道哪还有目，哎，是不是跳一个？中间跳一个是吧？没有，我是想跳那个。跳这个，哦。你刚才就说要在这儿走，现在怎么反倒不走？因为我受到他的影响啊，他说这个就摆在这儿就没办法吃啊。那所以说，但是我觉得你受到了一个误导，不会吧？是误导，因为刚才他摆在这儿，我们刚才不是说他如果往这边攻过去，要围这块的话，黑棋自己危险啊。往这边攻过来的话，只要吃不了他，你就围不上空，嗯，有可能帮白棋做活。但现在黑棋已经安全了，这种走一走就有点可怕了，是吧？不是挺大的吗？因为我看这白棋一直搁在这，好像似乎他也没有怕的意思。那我想到他都不怕，那我就帮他找这个有木的地儿。确实被你找到了。啊、哦，他是先搬了一下。他是没走几步，那、他现在就跳进来。对，搬了一下就跳进来。确实被你找到，但是这步跳。一起走的话会打了扳，嗯，我觉得这目数挺大的，一二三，这边大飞先搬的时候我是在打住的， 这么啊，是这个地方也有点错觉，等于黑棋是立先手，对，嗯，那这10、15、16、17，然后这步棋也有20目，对，很大，确实很大，难怪他这个中间都不走了。要来抢这个，对，他不怕，其实我觉得他们好像高手下棋都不怕死，哎，艺高人胆大，是吧？嗯，像我们这样的，只要没有两个眼，反正我真的就特别怕别人攻我，所以我早早就想活，但是由于我看他不怕，而且又是他在计算，所以我就不怕了。相信高手。嗯。这个确实，如果是20来目的话，确实不抢。如果不抢，走一个这个黑棋打了翻下来，白棋恐怕实控上也并不乐观。啊，那现在目数是怎么样的呢？如果算这样，我们判断一下吧。好。立先手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算23已经不错了。嗯。可能还没有，因为一路都。21、22吧，这个有什么吗？23、24、25、26、27、28、29，这个算尖先手，然后冲了一路打的话也没有实目是吧？29、30，这里有点东西，这两块加起来算实目棋的话，39、40目棋弱啊。啊，黑棋的话10、15。16、17、18、19、20、21，那这里有点潜力。嗯。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8，黑棋这里没算的话，也是40。对，也是40。但是40目比较强，因为这些潜力都给黑棋算的很少。黑棋总要厚一些，这种地方的潜力啊，这些潜力都算上的话，可能有点。这个地方如果说让黑棋走一个的话，那一下就来不少目呢。对，一下就能来不少目，而且这块棋始终还，即使走了一个，将来多多少少还是要付出点代价。以后黑棋走，他还是有担心，他索性这样，还不如就先抢一个。白棋控要好一些，但是黑棋潜力大，这你可能收下去的话。也是一盘漫长的官子胜负，但是可能黑棋会好下一些吧，所以他狠狠地捞一票。对，跳一个，让那个没有打。这一差20的话，
很清楚。对，白棋排名二十目，你就来攻吧，攻不好、啊、这个白棋就赢飞了。考验黑棋的时候到了，这个没有交换。那正好呢，其实我觉得也学学黑棋到底怎么攻。如果看到这样，那是不是就是要以这个方式去攻？应该是这个方向吧。对、嗯、你基本上要想吃掉它这不太现实。嗯，这白棋刺一刺这里都还是有做眼的空间啊、哦、那么吃掉不太现实的话，就你看黑棋哪可以冲动，往哪个方向能够控、嗯、肯定是那就这个、嗯、那就这个方向。对，看看它是不是对对，所以它是这里、嗯、对。看来如果是多看看的话，就是多判断一下、嗯、也能跟他们下的一样。哎，这个呢，高手下的招啊、嗯、看他下出来好像都不难。那我们之前分析也分析出来了、嗯、但看他下出来好像都不难，但真自己上去下的时候可能就头比较大了。对，因为当你有很多选择的时候就特别难。然后之后他又是他有没有攻啊？他攻在这儿。哦，这只能算攻吗？哦，本来我想他走这个，因为按照这个连贯的想法，连贯那我想着把这个要围大。对，连贯的思路是这样、嗯、但是呢他可能是想的是这样，再走、哦、先把他的回家的路先断、那条路已经断了，他可能担心白棋在这走的时候再走就来不及了。因为这里毕竟有一大飞嘛，这靠两个损失，目数的损失很有限。嗯，只要对中间有点用的话就可以了。是，这样的话，其实看一下白棋的眼，好像只有中间，嗯，有这个后手一只眼、嗯，另外一只眼在哪里呢？是。所以他需要联络，他做活的话有点困难。这一带眼看上去要为三十目以上。嗯。那黑棋如果围住三十目以上，肯定应该是不错。对，应该是还可以，但是现在就看中盘力量了。那就是说，上边白棋不能这么轻松的跟着硬吗？这也难讲，看这个都是判断不清这块棋究竟是有多危险。白棋是没敢挡，实战。对，他立了一下。现在的形势，黑棋是很主动进攻，但是万一攻得不好。没拉着足够的实地的话，那被白棋抢了一宿那么大的目数，那黑棋就有点危险了。所以在这种很主动的局面，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下的。对，我觉得攻击对方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嗯，相对来讲呢，被攻的那一方吧，他虽然是难受，一直在逃跑，嗯，但是他比较好掌握。是，那当然，你想那个吃子四个子围着一个才能吃呢，是吧？你要有四倍的兵力才能把它吃掉。那你要想吃棋，或者说想要攻，好像还挺难的。对，做活要做活一块总是要容易一些。相对来讲，做活的路比较简单嘛，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嗯、刺一下，然后它会挡住。对。哎，这个时候段老师，我在想有没有先刺他一下的这手段？如果我先刺一下再挡，那我不就便宜吗？如果你粘上，我就脱先了。感觉这刺一下也是蛮厉害的，但是我真说你是究竟是不是肯定能脱线呢？我还是有可能往下打。我就算不脱线，我肯定也走在这儿。啊，不在这儿厉害。对。嗯。那我对于我联络，这种刺很多情况下都是好棋，但现在他这个刺也刺我一个，那我就顶、就损了是吗？对。有可能这个地方我不是已经防住了这个吗？有可能这样，但是他会不会他这种搬又成为先手？这个、也是有利有弊的事情。哦，这边还瞄着我那个冲动，这我马上要挡下去了。挡下去你走，我就顶上冲下来了。那我也不能挡啊，那就只能走这个了。那我这多一个子，这多一个子跟你这多一个子哪个有用？不一定。嗯，那我要如果粘上呢？这个是不是也要三送的朋友？我好像已经亏了。对，等于被我扳倒一下，占又是先手，不一定便宜，黑子再攻过来，难说。哎，那我如果挡的话，扳一个是不是也先啊？然后扳这个。嗯，你说你
对，他是挡一个闹翻，是不是也行啊？这不是有冲断吗？那他可能不要这几个字吧？哦，可能就那几个字，他只直接往中间走，不一定要。我觉得那三个字，这个确实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反击的好手。对，想先看的人先，人家要我必须挡吗？那我挡之前，我先看看你什么态度。是，但是现在这个好还是不好，有点判断不清楚。啊，白棋可能想尽量让黑棋少借用一点。嗯。黑棋也没飞，他就是这么跳一个。哎，挺平和的，对啊，这个飞又不会有什么断点，因为这边都是黑棋的子，白棋现在那么危险，肯定不会想着跨断啊之类的。这座棋你说它很平和是吧？对，我觉得对于白棋来讲压力肯定没有飞大，那我跳一跳出去不是？我觉得搞不清，我觉得。您觉得这手机暗藏杀机吗？肯定飞是没有。危险是没有的，是吧？对，要是就围控的角度，可能能多围点。嗯，那他主动往回缩一路，缩一路的好处呢，这个眼破起来比较方便。他想破眼，然后自己把棋形下的厚一点。一点，那你说他想干嘛？那我跳出来，他这是难道真的想吃人吗？那如果这么想的话，那好像我这个看着凶，好像似乎还是。黑棋可能判断就这么围点空的话，白棋前面是捞空捞的挺多的。哦，他是不是真有动了杀心呢？哦，这个本来我以为，如果我看到这手棋的话，肯定想，那飞一个是对我压力小一点，那这样他只是想把空围结实一点，那我倒不怕。因为你想飞白棋做活起来，实际上反倒容易，靠一靠，哦、对，连一连，或者说将来黑棋要破眼的时候，白棋这么反靠，有靠，嗯。那走在这儿，他明摆着要不给白棋眼啊。是啊，好，原来这手棋不是说把空围的结实一点，是说以后破我眼比较方便一点。很难说，也许他觉得是不是走一走，在这边先手撑起来，然后再把这个贴回来，这块稳稳的围住这块。究竟他什么意图？对啊，究竟什么意图？还不太好判断。我的感觉是，至少。应该还是比较凶狠的一步棋。嗯，白棋一下也没看见活的路啊。对，所以说其实对于黑棋攻击的一方来讲呢，其实是挺难的。他这个到底是因为就看他这个意图啊，就在想到底是为了破眼方便一点，还是围空围结实一点？其实这个时候，我想陈耀炎肯定他也在这个要在思考到底是怎么去攻。嗯，是。攻还是挺难。不过跳一个呢，棋形也是挺堂堂正正的一步。然后那白棋就跳出来了。嗯。黑棋好像似乎也没想吃它。贴。嗯。贴这步棋看起来好像还是想收控，是吧？那我就很想。哇，你够狠的。我往中间走一个，你还往那儿捞一个空。对，因为我粘上的话，那两个子没救着啊。哦，真的是受他们影响很大。这块棋就搁在这是吧？就算活的了。活的了，那这个扎是先手没有眼，攻到这儿的时候危险。比方说，我就卒刺掉，然后这能活吗？这棋？不知道哎，看不太清楚。对，挺危险的。不知道哎，那我可能能看见的就这个了。啊，你拉到这儿，那倒是挺狠的。看他像什么？看中间一决胜负。看看他像什么？他比你还狠，他翻拍出来。翻拍出来。哦。翻拍出来的意思是，黑棋如果走一个的话，他是不是直接就？但是我觉得黑棋不会下这个吧？他是不是这么吃了跳出来？黑棋直接就往他给冲了。对。哦，他还不肯交换这个。反正我当时想走这个，然后再吃，可能这吃不是先手了是吧？走这个。哦。我粘上。哦，是粘的。然后你再粘上。对，那我就粘上了。我还以为总是提的呢。那我不知道是粘还是提，那我也可能现在在提。那我在
跳这个看不清楚。对，我就跳这个。那他能一手冲掉，不是吃的多一点，是吧？那么现在白棋如果再提的话呢？嗯，看来他就吃这个。对，他就活了。反正白棋这个还是没有眼，就算连上对。对。那白棋又走这个。然后再闯。那白棋走了半天，在这个地方走了一个单关。看看白棋是不是有点怕中间死掉，或者白棋判断形势不错。那我觉得还不如直接在这边补了吧。他在这一手棋的意义对，因为他并不大，补这块，他还不如这儿呢吧。啊，这儿的话，有可能，但是因为他在这儿对于黑棋来讲没有任何伤害。是，这里白棋下的是比较奇怪，黑棋至少是先手得了不少的木，先手拿到不少的木，然后这个两手也很有价值。那么现在黑棋如果把这一手走回来的话，现在白棋已经补了一手，肯定是比较安全的了，那就是走回来收控呗。对，那我觉得黑棋这样收控可能就够了，因为毕竟这边白棋也已经损失了，然后他又在这边扔了一些单关，黑棋可以收控。其实有可能白棋还是像你那样虎下去横一点，是吧？让他来吃中间，一决胜负。反正或者这边有没有好的办法把这两个如果能捞回来的话，比如说小尖，黑棋压的时候如果白棋小尖，看黑棋能不能杀掉中府。反正就是要跟他拼命。对，现在黑棋还是先手，好，黑棋病了，对，把这个毛病给他听见了，他说这个小尖你这有毛病，那先病了，在小尖的时候我可以病了。对，因为本来这一尖是不是就回来了，挡的话一内，这一张会挤过，他可以回来一点。是，当然黑棋也可以冲完再扳住了，是吧？贴完冲完扳住，跟白棋可以先手跑掉一些。对，总之先把这个交换。这兵挺大的，这里还留着吃的提啊，这样呢就等于是收官了。黑棋在上边已经收获不小，这里也撑起来了。对，把这块微微大。白棋还不敢飞，飞的话就被我给靠断了。那这个控制小尖的话，那我贴住，这还挺大的。就比控这样的话。他压，压，对，他压一个，我也很惊讶。压不是明显留有毛病吗？他这步棋稍微有点怪了，这个局面应该还是黑棋厚吧？对啊。这个留个这样的劫，他一点都不怕吗？不是，对啊，这黑棋马上他就吃了。要想压，我觉得他是不是也得先来个大俗手，才敢这样。对，然后吃的话粘走。那这个劫好像好多了。这个压，这个胆子。对，我觉得好像黑棋是不是马上就跟他来了？反正就我感觉白棋这步压有点奇怪，因为明显黑棋还是这个局面比较厚嘛。是啊，然后虽然这边多了一个，但没有特别好。这中间，真要断开的打劫，白棋有把握。白棋，我觉得白棋太没把握了。然后粘上，然后还真马上就。对呀、黑棋马上就来了。对啊。那白棋就眼中没有劫财呀。劫财，白棋的劫财这里是不是劫财？但是除了这里。然后他在这找的那个劫，现在是该黑棋找劫，他吃了一个，这个现成的顺手劫财，白棋点，顶一个确实也是劫财，对，挡下去太大了，但是我觉得还是黑棋的劫财挺多，对，然后黑棋是侧。那这冲过来肯定是无路可逃。如果粘呢，这里被刺呢还是断的，真的被刺是断的。其实这块棋啊，有了这手棋也没有完全的联络踏实，是不是绝对的没有。我不刺这个，就是从这边走是不是也有很危险啊？反正黑棋要真要弄断它是有办法，应该是有办法。
所以说其实现在这个形状明显是白棋还是薄。对，啊，冲这个黑棋也没有马上提劫，还是挡一下，挡一下，那不是浪费一枚劫材吗？就是干嘛不先提劫呢？莫非怕他藏着？藏着也不是劫了吧？那我肯定先给他薅了。对，他冲的话，然后再飞或者靠过来打围住，形成一个转换。嗯，应该黑棋围的大，黑棋是不是觉得也不在乎这一枚，反正劫材多？可能，嗯，然后加一个，然后我再提劫。白棋还有什么劫？可能在这边找，加一个，加是劫材，粘上，提劫。一尺小尖，我这里面的结简直是源源不断。小尖一个本身关子很舒服，挡住打关挡住挡住就已经被他便宜了，反正现手便宜。嗯，但是就劫材的角度来讲，是不是挡住少一点？因为你如果走到这边，就会跳进来。哦，但是这完了之后，这边是有东西了吧？嗯，瞄着这种尖，对是吧，我觉得好像是有东西了。啊，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这里尖的话可以双，没有棋。对，那我有这个尖的话再双，我就粘上了，然后就爬不过了。我一路算挡，如果我一路挡，确实是先啊，对，但我还是能过。哦，我挖的时候就吼一下，还是能过。嗯，但你大概有，不对，但是你走不着，你走这个的时候，你定一个，那我就小尖。因为我冲了不要了吗？冲了挡，我吃叫吃是吃在这儿的。哦，也没有什么大棋吧。心情上来讲，不可能被白便宜是要赢到这儿，但劫材就更多了。要挡到这儿的话，以后冲是劫，冲是劫，但是下一步吃在这就不是劫了。本身吃在这可不可能吃在这儿，吃在这这边味道差一点。嗯，总之它是对，还是挡上了劫材少，如果立到这儿，这个劫可能就注定打不赢。啊，这其实这样，他觉得挡上也打不赢。嗯，因为你挡上以后，大概这个是劫材完了之后的劫，就找不着劫了， 不太好找，不是很好找。嗯，我顶。这个会是劫吗？这个太小了，这个太小了。嗯，那他立到这儿，这边让黑棋味道还怪一点。嗯，可能想在这边制造出一些劫材。对，然后先提劫。这棋不走呢，被黑棋一跳就死掉了。这个是吧？一跳明显就死掉。一跳，然后我冲了挡住的话。嗯，那挡的话，黑棋在那一路打吃就可以了。一路打吃，我这个立先手也没有用。也，嗯，应该也活不了。至少是进活不了。嗯嗯，也活不了。立在这儿，提劫，然后再去找什么劫呢？接一下啊，粘上，这个是劫，好坚固。啊，这个好像有点损吧？这个如果死了的话是。对啊，那我总是从下边走的，这个劫好像会损。是，刚才我们说如果死了的话是，难道这三个还会不死吗？啊，好像没有不死的可能性。对啊，这很奇怪，这个好像挺损的。嗯，跳一下，然后挡住。哦，是，这里面还有很多劫材。提，那他就是说他是不死，他就要中间连走两手。啊，等于把这个给逃出来。那我肯定不答应了，我先粘上，因为我有先粘上呢，他踢过去，等会儿贴，你如果粘上他等会儿一贴，其实你也没法吃的，吃他这三个你自己死了。哎，嗯，那我可能贴这个对吧，我这个顶是先手，我要走的话我就走这个了。对，那他可能往这边冲断，将来跟你一同作战，冲断这个。嗯，黑棋呢是不是判断这个比较进很大，对，很稳了，赢的关系不为什么，是很稳了吗？嗯，因为这边长了挺多目，他要把这边换到这边来，一会儿再靠住这样。反正这个地方劫打赢感觉上是收获，是感觉上收获挺大的。嗯，然后只有冲回来了吧。那么现在白棋是有按照先手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十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三四四四三五三三七三八，而且还是四十目，勉勉强强，好，就算四十吧，顶多四十了。白棋，看看黑棋，黑棋，嗯，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中间总有两二十。嗯，这个地方呢，搬张首先，搬张完有一家，这地方还不能算二十，这里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三五，黑棋就是上边算算已经接近三十五目了。嗯，中幅只要他刚才是四十，那我五十目肯定好多了。白黑棋中幅，中幅只要这个一扳之后成十五目，这一带来个十五目，这觉得成十五目其实挺容易的，因为还得加大。而且黑棋这些地方的目我们没有算，这地方都是有一定潜力的。哦，怪不得他就不跟他再战斗。本身我觉得这个劫我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打输呢？如果贴住顶着先手，那我把这个吃大点，可能好像这个目数也够。可能，但现在可能黑棋判断形势已经不错，让他断掉。断掉，下的比较狠。如果翻出来呢，他这一跳夹是不是把黑棋夹死了呢？然后贴扳走这个，然后我再拐呢，好像也未必死。如果翻打出来，这个假设他，那我这个拐几个先手我可以跳啊，我跳完之后撑的时候我可以再退啊，退着吃是吧？这两个都是先手，对啊，这些都是先手，所以我就先跳夹，退着吃，看你敢不敢跑。这个可能先保留。对，贴的话就这边气长，哪怕顶住就可以。对，他跳不出来，我一挖他没气，所以还打不出来，所以他敢断。那我这个长有先手位挡，因为这两个就转换了，然后把这三个吃了。长的话，白棋如果这么吃是肯定不行，这被翻一下，然后这个还在嘴里，然后三个也吃。白棋中间长了，就算长十目棋的话，这个已经十目了，然后这个也有十目，我觉得亏，最少亏十目。长十二十肯定有，可能长了接近三十。哦，就全都算上，拐了半的话，那白的不太够。二十五目以上吧，就把这三个吃掉以后，至少来讲。那所以他不能这么吃啊，他吃的话也要大吃。白棋刚看了，就说白棋刚才简单的冲这个的话，那可能就从这边围了吧。可能比如说还是长长一个，对，也先长一个连的时候，对，然后再从这边怎么围，因为这地方挺怪的，顶是先手的话顶到这儿的时候太恐怖了，白棋还挺难受，还得挡，要不被拐一挖还得挡，被扳到这么围，那这个最大限度撑起来，这块有点恐怖，太大了。所以它断了啊，然后他尝过来，尝过来，就是说黑棋现在吃的话，那他就小很多。这个头挺对啊，所以说我在看啊，这个棋能不能下这儿啊？你还能下这儿？因为我刚才看您那个顶都已经够狠的，已经可以了。然后在想是不是有这个？就这个形状好像白棋，走这个是不是可以扳住？白棋的气挺紧，这地方被一贴，如果吃的话被一扳住这样围。扳住围这一块，这个太大了哦！竟然又这块也吃住，才对，吃住二十多目，吃住二十多目的话，白棋不够，等于劫打输了，这里就是小挂了一层，但还是被黑棋吃回去了。那这个劫的损失，对，还是有点白白损失挺大，劫还是损了一些，所以他不能吃回去不够。那好像这个地方他也没法动，扳。他呢？他要求扳一下，等你扳的时候呢？那我已经不好封他了，他就算吃回去我也不好。他是不是甚至还粘住？他就算吃回去也漏了，是吧？对，然后就是这能不能下断呢？断。
然后他只有吃，然后我这么搂抱，对，先搂一圈，然后吃。但你要注意点，搂抱完自己。对啊，然后这个地方是生命安全。然后只能喉，让它断掉，从这边下吃。一二三四，你慢一气。哦，刚好慢一气。嗯。四气对四气，白气先收。对。慢一气。不行。那看来这个土背一般的话，那看看黑棋还有别的招吗？白棋干，牢牢的就死死的顶住，是吧？对，那我如果空粘怎么样？这个图是怎么回事？空粘可以粘，然后再搬。那个端你还是四气，它这边已经有无数气了。跟刚才一样吗？跟刚才应该你比刚才不会好，靠这个。拐了反打出来，总是四气以上了。嗯，真的吗？还有一大吃。我拐啊。然后顶住，把手粘上，这一记，一二三四五。已经三气，已经三气了。你觉得他这一打吃？对，还是五口气，不行，粘上还可以踢。对，一二三四五嘛，还是慢一气。还是不行。他贴一下更可能更好，一样的。哦，那这边一般，那我又没想到这个走什么，看看他他的吧，他顶那个，顶这个。如果挡住，看一下如何挡住，这顶一个撞气了，之后怎么办？我也没想出来。那如果就挡住呢？挡住的话，如果按刚才涂黑棋，反倒还撞了一气啊。对啊，那白棋为什么也没挡呢？白棋不挡还能走哪儿呢？他交换了一个啊，交换一个还是挡的。他这个顶着是什么意思啊？拿哪里去？这时候打将，对，这打将、嗯，然后是挡住了，但是被挡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好下、啊，只能打。我还以为他没有挡。单搬出来啊，这个地方去看一下，单搬出来是什么样的状况？可是这个怎么不一样呢？如果是粘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可能也就是这样，粘上你冲的时候再靠。啊，这地方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啊，这顶是先手，嗨，对，这里漏掉啊，这一顶一冲过来，它死光了。对对对对对，对、老是盯着这块杀气的问题。嗯，这里一顶一冲，白气就变全部死光。哦，所以说老师经常说，这个目光不能集中在一个局部，要做的高一点，站起来能放眼全局。所以这他这一顶实际上你可以看成这样，那完了，那看懂这个顶的、这个不是撞一气，这是双先手、这个就直接给他都吃光了。对，那就是说，所以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被拐出来空已经不够了，也没得招，而且你还冲不断的，你把这气看成这样还能怎么下、已经没招了，已经完了。好，那确实只能挡，让它搬出来。然后他粘的话，我说粘顶先手一冲，那块死了，所以不行。他再顶一个，顶一个，但应该也没起到作用啊，他挡住。顶一个他、他吃了一下，这时候白棋不能粘，粘被一贴就死了。挡，一起弯。然后他冲冲，哎，那这个不是一样吗？我继续。当然不一样了。你冲过来的时候，他他多一个眼，打吃先手一吃。哦。这地方多了一个眼，这两个是先手。哎，刚才你粘了一个，跟他这个交换，你打吃这一个是先手没有用，这个一个眼的话，它可以破。两个后手眼。对，两个后手眼。现在这个变成先手眼。但是呢，问题黑棋断，这目数好像已经够了。黑棋断，白棋吃的话被打不行，白棋等于要走的话只能这样。一人提一个。黑棋还是吃到了
二十多亩，其实就等于说这个地方就被他冲了两下，冲了两下，但是这个这边还死过来，这个子还死了，剩下白棋，这个劫就相当于白打一个，那白棋不够了。对，然后可以说这个就是最后一手了，这个断，就是最后一手了，然后他就没有再继续下去。断到这儿的时候，白棋就认输了，认输了。对，那陈耀烨只黑中盘获胜。对。那这样把他们俩的记录又改写为4-0，本来刚才是3-0，这盘棋之前在4-0。我们作为这个这一届天元对抗来说呢，是三番胜负的1-0。对，陈耀烨再赢一盘的话，将取得这个天元对抗的胜利。对，在上一届呢，陈耀烨是2-1击败了江东润。然后把我们天元的总成绩呢改写为6-7，如果我们这届再赢了，就可以7-7战平了。所以我们希望呢，明天陈耀烨还是继续加油。对，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